Hello，今天是二零二三年三月十六日星期四，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大家好，我是 FX 六八财经集团金融分析师陈卫。 美国股市呢，周四延续涨势，依然是科技股带的头。在低估值的投资性价比的帮助下呢，无论是大型科技股还是小科技股，今天整体都涨得不错。背景因素呢是银行股的风险有所缓和，虽然暂时依然会有持续发酵的信心受损，给投资情绪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只要暴雷事件不进一步的扩散，这次的银行暴雷反而给科技股带来了机会，那就是之前提到的一个概念，通过银行暴雷的事情，美联储再也没有办法毫无顾虑的进行加。 加息，因此呢，无论结局如何，这次的银行暴雷事件已经显著的压缩了美联储的加息空间。这对于科技股来说呢，算是一个整体基本面改善的迹象。接下去就要看一看下周美联储政策会议上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进一步去确认一下美联储什么时候会结束这轮加息周期。这是科技股这轮反弹能否延续的关键。 个股方面呢，今天想和大家跟进的是 UiPath 这家公司，因为最新出来的财报呢，显示这家公司的业绩表现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我们之前分析这家公司的时候表达过的值得担忧的因素，对于修复估值呢，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u i p a s s 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简单回顾一下，他们是机器人流程自动化行业，也就是 RPA 领域的领头羊。说白了，就是通过自动化的方式，让白领们能够摆脱一些重复性较强、缺乏创造力的工作流程，从而能够将精力呢放在更需要人力创新的地方。但之前他们同样遇到了成长股相似的困境，那就是收入放缓的同时，盈利能力迟迟没有明显的改善，这就陷入到了估值困境。 经历了杀估值的冲击后，股价呢迟迟无法有效地摆脱低位。另外一个之前值得担心的地方，还是在于低代码公司的崛起。 不少人认为啊，RPA 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性工具，现在更多的是用于自动化的信息和数据的填充。有一天呢，可能会被更完善的自动化解决方案所替代。而这个可能就是低代码自动化结合的流程技术，可能会比传统的 RPA 呢更有效，而且呢扩展性更强。当然，现在这些呢都只是一个预测，还不能说 RPA 市场呢就已经真的到了瓶颈。 但毫无疑问，还是会给投资者敲响警钟的，因为一旦所处的赛道不行了，那你即便是这条赛道的王者，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呢，这样的威胁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还是要时刻提防的。但好在， 这次最新公布的财报显示，他们的业绩有了很好的改善，这是走出困境的一个好的开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人们的担心。在第四季度中 u i p a s s 的收入同比增幅依然不强，只有百分之七，达到了三点零九亿美元，看上去呢依然很弱，和之前相比呢也差了很多，只有个位数的增幅了。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不仅比他们自己给出的预期要好得多，更加重要的是，表面同比增幅虽然仍在放缓。 但环比上一个季度的二点六亿美元就要高了，打断了之前环比同比双双放缓的困境。这显示出，至少 RPA 行业目前呢依然是保持着足够的增长空间的。这也就代表着，至少暂时来看，低代码行业带来的威胁还没有那么严重。 这方面的担心呢，是有望缓和不少的。而如果能够跨过这一层的担心，大环境其实是有利的，因为更多公司都在降本增效、强调效率的时候，通过流程自动化降低重复性的人工成本呢，将成为一种趋势。于是呢，这个领域的领头羊自然就能够获得相应的好处了。我们也看到，除了收入的问题缓和了一些，一直压制着他们修复估值的盈利问题呢，也终于有了破局的机会。 没错，利润表上来看，第四季度呢，UI p a s 还是在亏钱，但有两个好的变化，一个是亏损幅度大幅减少，第四季度净亏损的是两千七百七十万美元，同比去年同期的六千三百一十万美元，明显的改善了，延续着不断缩小的势头。另一个更重要的变化是，我们一直强调，当前的环境下，一家科技公司呢，可以收入放缓，也可以继续烧钱，就是亏损，但一定呢要有好的现金流。 否则呢，收入放缓还亏损的同时，现金流又不能书写的话，这样的科技公司很容易像暴雷的银行一样，因为资金链的断裂而被挤兑死。那 u i p a 正是在第四季度出现了这方面的很好的变化，他们的经营现金流终于是经过了两年多的等待后重新转正了，第四季度收获了接近一亿美元的经营现金流，自由现金流呢，同样也接近一亿。 大大改善了公司的流动性，这无疑就增加了他们未来运营的安全性，是很能提振投资信心的。尽管净亏损依然高达三点二八亿美元，但是呢，自由现金流只流出了三千四百万美元。 这说明他们有大量的非现金支出的开销，那就是员工的股权奖励，而实际经营业务呢，则是在给公司赚钱的。再结合 u i p a s s 给出的乐观的业绩展望，可以说这次的财报完美的切合了目前投资者的主要关注点，也就难怪昨天盘后公布的财报帮助他们今天的股价大涨超过了百分之十七。那接下去朋友们肯定会关心的是，这只股票大涨了一波后还有机会吗？首先就是。 波动还会很大，这点呢不用多怀疑。原因是一份财报是一个好的开始，但不代表趋势呢就此形成，后续还要看更多财报来印证一下。因此呢，波动在所难免，毕竟他们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估值角度来看呢，其实大涨之后，UI p a t s 呢并不算特别贵，当然也不算便宜了。因此现在谈不上什么价值属性，这是投资性价比上的一个缺陷。 不过呢，好在这次的财报后，技术面有了大突破，时隔一个多月呢，再度重返到两百日均线的上方，下一步的目标有望看向二十美元关口。 虽然已经出现了周线级别的回调压力，但我会觉得目前的势头有望帮助他们的股价达到二十美元关口才会出现明显的回调。不过呢，即使回调，这次大概率是能够真正站稳在两百日均线上方，这就是他们摆脱股价困境的一个好的开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股价的走势。 明天呢，就没有什么特别多重磅的经济数据了。但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看一看消费前景以及相关的通胀预期到底有什么新的变化。这对于判断未来的美联储加息前景呢，也会带来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财报方面呢，明天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财报值得关注。有一份财报我觉得可以留意一下，那就是中概股的小鹏汽车。另外就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频道会员，尽享更有深度的会员专享内容。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看 FX 罗8的节目，更多资讯呢，请在苹果商店或者 Google Play 商店下载 FX 罗8财经 App。同时呢，也要感谢一下老虎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老虎证券开户链接，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